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呢要去机场捷运。那为什么要戴帽子？因为我不想要有人知道是我。妈妈已经是大明星了，她要戴帽子才能出门。西班牙文真的很好，你的中文也是。哇哦，玩到离口了 ！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金鱼脑，还有老妈啊，老妈。我们今天呢要去两间无包装商店，然后第一间在林口，叫做林浪费杂货店。对，然后现在要走过去，我们等一下大概要走十分钟就可以到了。对，因为台北的无包装商店真的超少的，就一间吧，其他就是都在新北市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去林口的这间，然后我要带老妈来 shopping。我刚刚说你要买多少都可以，太棒了！糟糕，等一下我的口袋就awesome没钱了。我不单给我呢，哈看到了，在那边零浪费杂货店，阿嘎。慢哦，然后你就可以开始逛了。看 ，OK。你应该是第一次来这种店，对不对？第一次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来看一下有什么好玩的。这边有超多种米，完全不知道怎么挑哎。一朵哦，红薏仁有什么黑豆、黄豆、土茶豆、红豆、绿豆，超多。哦，这鹰嘴豆哎，你是不是喜欢吃啊？做那个墨西哥派的时候，好像会用到很多鹰嘴豆。哦，猫耳朵面哎，第一次看到这种面，好可爱。这边都进个五郎的。哎，卖完了。这个东西就是你丢到洗衣机里面，它就会融化，所以都不会有塑胶袋的问题。哦，很香啊！它是布的材质，然后它里面这块布有去做 SGS 界面，过胶或是细胶，它可能会有蒸汽，食物会烂烂，可是布的好处它就会吸一点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卸妆棉哦。它这一块整块是有机棉，好好看呢、啊。对啊，喜欢。它就是公平贸易，公平贸易，公平性。我给给给阿 C， 给。还有夏威夷豆，夏威夷豆本来就比较贵，但是它如果是无包装买，通常会比一般在外面买有包装还要便宜。丢了，开心果100克是84元。啊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小米、奇亚籽，哎，这个藜麦好便宜哦，全年的藜麦超级贵。嗯，然后果干、葡萄干。准备一大堆容器给你们看，这个玻璃罐全部都带来，我带了一大堆，我们等下可以用这来装，保特瓶也可以，把它擦干来装就可以了。本来是想当卫生纸，请问有可以擦的吗？我擦很干。好了 ，shopping 时间来了吗？你想要吃什么？开心果。开心果，好，选一个。好好，就是他了。Okay. 爱吃开心果的老妈，点点也喜欢，所以我
一样的 Rico， 好吃哈。好啊，那你装，那换我要挑。麦片，它就下面有一个杯子，然后呢，你就这样装在这里，然后就转，转一圈，对不对？就用这个。看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多少钱？这一罐是五十一块。五十一块哦。哇，装好了，耶！现在装两罐了。看这个，无花果。妈妈你喜欢吃？一个，谁叫买一个呢？朋友，第一个好吃。哎，乌兰龟很多的，真的。很多客人会拿它去。哦，鸡汤吗？或是排骨啊，可以试试看。你要几颗？全部都购买了。好啊。这个可以放吗？放冰箱可以放两三个月。哦，好久。妈妈开心。我带的不够多啦，我应该要多带一点的。我的口袋。好啊，妈，装你的口袋好了。他说今天要出去买，我想要买的都可以买。结果呢，带不够。其实是故意的，想说不要带太多，不然妈妈就一直买。那是故意不让我买我想要买的东西。怎样？你为什么不自己带啊？你应该要带啊。啊，对不起，没有人跟我讲我要带什么。哦，好了，我的错。我很认真。妈妈已经带一整个大箱子来。对啊，你故意没有跟我讲，因为你怕我带太多东西了。怕破产。哇，我一定会想办法买我想要。成功，那我现在多了一个可以让妈妈 shopping 的罐子。这个是可以喝茶吗？像泡茶叶那样子，所以我减肥，然后没有咖啡因，嗯，对，也没有胆固醇。哎呀，想装多少就装多少，好阴险哦！吃吃吃！现在我们来装薏仁，OK。放完了，好啦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罐了。问哦，妈妈有开心吗？开心，有买到。好吧，那我们差不多，我们来清算一下，妈妈今天花了多少钱？今天有四个龙凤，应该会存四块钱。哦，谢谢。这样总共是五五二。哦 ，OK 啊，划算，一定要来看哦。来放了、欸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啊，那里。那个删掉，一定要来看的。我的意思，我想说一定要来看。然后就变成这样了。哎，这个地方很不错，很漂亮，你一定要来参观。来，谢谢。放进来吧。谢谢。有机会再见喽。拜拜。那我们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Let's go， 我们去下一站吧。好啦，我们买完第一站了，这个是零浪费杂货店，妈妈觉得怎么样？不错哦，不错，我很喜欢。好，我们以后有点远啦，不然有机会应该。对，可以来，因为这边真的环境蛮好的，一定要来参观。Awesome！ 最喜欢无包装商店，就是因为你想买多少你就买多少，可以自己决定分量，不用怕买回去吃不完浪费，也可以衡量自己到底要花多少钱。而且几乎都是有机或是公平交易的商品，让人吃的时候会觉得很安心。重点是呢，完全不会制造任何垃圾，超赞！今天用一个月的早餐，太夸张了！哎，500算便宜吧？便宜便宜，超便宜，真的。坚果类的东西真的很贵，便宜。嗯，然后他帮我们小小的打折，小小的打折，就超好吃哎！它其实就是像爆米花，那是一人做的。哦，买太少了，这好好吃哦！吃一下，这超好吃的。还要再买吗？干嘛不干嘛？给！台北车站的楼上。
然后我们最后决定呢，先去吃饭，今天可能就先逛刚刚那间无包装商店就好了，因为另外一间过去有点遥远，然后现在外面在下大雨，所以我们就先去吃饭吧。啊，来看一下，哇，有好多串烧哦。好啦，我们蛋吃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家了。回家了，很累。耶、yeah, ！然后呢，今天大丰收，我们的一大堆瓶瓶罐罐，然后买了一堆东西。大家如果有喜欢我们去逛无包装商店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底下跟我们说，然后我们下次再去其他间。今天呢，就先逛这家就好了，因为跑到林口其实也是有点遥远啊。那以后林口附近的朋友呢，其实还蛮推荐可以去那家，它东西真的很多，而且也还蛮不错的，然后很便宜。对，可以带老妈去，老妈都会很开心。好，那我们就影片就到这里咯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呢，不忘记帮我按赞留言跟分享，也不忘记帮我订阅按下小铃铛。我是记忆力短暂的三菲菲的话，还喜欢唱歌的金鱼脑，然后他是脑妈，脑妈，脑妈的金鱼脑妈。哦、oh, ，OK， 脑妈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，拜拜。Q 你 dancing。好久，我的专辑终于要来了！金鱼脑的环保专辑募资在主播上面也已经开跑喽，我会把资讯都放在下面，大家记得要点进去看哦。拜拜。